家好，今天是荔枝儿来我们家第几集啊？三集。对，然后这一集呢，我们就是不要化妆了，我们就是弄一个比较生活化一点的东西，所以我们各自去超商挑了十个我们自己喜欢吃的零食们。很多东西都是重复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啊。对啊，就是要看一下你们有哪些东西是没有吃过的。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拿出来会不会有一些90后的妹妹或是弟弟们会觉得说那是什么啊，怎么超商有卖的？这个小呆瓜脆皮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它。你是在干妈店买的吗？没有啊，可是因为我买这是因为我觉得它太可爱了，因为我儿子的头发就是模仿它的造型，超像的啊，就是你儿子，对，他有代言，对，他很可爱，对，应该要跟他收版权。要进入零食吗？开始。那先从什么开始？先从什么开始？一般人都先吃咸的，再吃甜的，对不对？但我咸的很少。好，你先拿你的好了。对。这是什么？劲辣糖心子的卡拉木酒。卡拉木酒它本来是做成细细的薯条。你怎么会念卡拉？哦，它有中文翻译。我想说什么时候会英文会日文？是不是？就硬要讲成日文发音。然后它后来做成洋芋片的时候，我觉得它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厚切的。我也喜欢厚切的，我觉得那个口感比较好。快点打开给我吃。而且有一些是有那个油耗味，我觉得他们家的没有，是因为它被那个浓浓的糖心子味道覆盖了。糖心子是什么？糖心子就是有一点像辣椒粉吧。哦，是那个拉面上面会加的那个红红的粉吗？可是那个又是鼠尾粉，我不晓得是同一个东西。这是不同东西。这我有吃过啊。是同样的东西。我们。浮夸姐又来了，它有点甜甜的，微微辣辣的，又有点酸酸的。嗯，我觉得我喜欢它带一点点酸的味道，但我觉得它好像可以再辣一点点。因为我不敢吃辣，所以我觉得它这样子的辣对我来说刚刚好。不敢吃辣？干嘛？你有什么辣的东西吗？我今天影片的最后面，我们吃完这些甜食之后，我还准备了就是前一阵子很红的韩国的辣泡面。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没吃过，所以我就想说来挑战看看。所以你不吃辣，那太好了。你想要整死我吗？我对啊，你每次来我都要整死你。你有带牛奶吗？没有哎、欸，有啤酒啊。喝啤酒哪有用啊？啤酒很好啊，就是那你要帮我加 cheese。没有这种东西，太坏了。也没有蛋，也没有什么，就是单纯就是吃辣泡面。好，好，这个好，我不知道是什么口味哎、欸，科尔必斯口味的，这个科尔必斯吗？对呀、啊，你又看懂日文了，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我猜是科尔必斯啊，不然就是什么牛奶口味。不知道，因为我平常是清酒口味，我平哎、欸、搞不好、哦，因为我平常是不喝酒精浓度太低的。上面有中文吧？就写微醺鸡尾啊，白色沙瓦，好喝是不是？是，就真的有点像水的，对，有点像可尔必斯，它就是可尔必斯口味的。嗯，你要喝吗？还是你要喝别的口味？好，那我要喝这个。这其实我以前就很爱啦，就是不管在画画还是什么期间，喝着就觉得好爽。边画边酗酒边画画吗？这是艺术家的做法，你不懂。可是你这个酒精浓度那么低，你要喝很多才会有感觉。可是我的那个酒量很差，所以喝一瓶半就差不多了。它有出那个玻璃罐装的，它就是苹果酒，就是等于说是用苹果去酿制的。对，所以我自己催眠自己是比较健康啊。没有这回事。好啊，既然在喝水果酒，就来点水果软糖们好了。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很爱吃软糖的人，然后像我每一次去日本，我都会买一堆各式各样的软糖。然后在台湾是这几个是我自己吃过，我觉得很好吃的。有，上次跟你去日本的时候，你疯狂买这个，我真的很夸张，买大概20包吧。你是怀孕吗？没有，然后买完回来才发现台湾根本就有卖。对。对，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个原因是因为酸，对，它是酸酸的，然后它不会过甜，然后我自己偏好外面有包一层那种酸粉的软糖，嗯，然后它这个是有一点嚼劲的，因为我也不喜欢吃那种太软的那种，我喜欢有点 QQ 的口感，所以它是长这样，很好吃，好像它的味道很像真实的葡萄果汁，嗯，而且它。蛮酸，可是又不会酸到让你脸扭曲。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平常在包包里面都会放，就是一包糖果或是一包口香糖，就是随时随地觉得说
口气不清新或什么，其实吃软糖也 OK， 因为你这样整个嘴巴就葡萄味。你是会放糖果的人哦。那么梦幻，你看起来就是完全不会吃糖果的人哎。帮我包包打开是要拿，是应该拿出什么比较合理？北海鳕鱼香丝。哪有啊？我这是软糖系的哎。我感觉你去那个电影院一定会配这种东西。我没有，那不会胖之类的。没有，我去电影院，电影院我也不太吃爆米花。如果吃，我是吃甜的。真的吗？你看起来很重咸啊，就完全很。你要吃吉拿棒吗？很爱吃啊。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个 cinnamon。你是不是怕油条？没有，我喜欢吃油条，但我不喜欢肉桂。可是哦，它不加肉桂就失去了乐趣。这个在网络上很夯，可是我吃不懂它哎。这个我也有买，我觉得很好吃的啊，好吃你的好。它是很好吃，可是我还是会。我还是会买，只是我不懂它为什么会那么红，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口感跟真实的水果有点像，就有一点没有在网络上说的那么夸张，说什么吃起来真的跟真实的果实一样，然后大家都说什么要冰到冷冻库里。哦，我是没有试过冰冷冻，但我觉得它是蛮好吃的，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外面有一层酸粉，但是它也是那种我去超商我会买的那种，我也会，我纯粹就是跟流行。你怎么那么爱跟风啊？哎，这个是我没吃过，我只是单纯看到它包装蛮可爱，然后因为我喜欢水蜜桃，所以我想说买来吃吃看。它感觉好像蛮厉害的，它的照片还放里面有什么好像很厉害的内馅。哦，它是有维他命的吗？因为有的是什么里面会加什么胶原蛋白什么。苹果哎、欸，啊是哎、欸，我一直以为它是桃子哎、欸，没有哎、欸，它是苹果哎、欸，这个我还好，你喜欢吗？就是它的口感很奇妙，它就是外面的软糖是有一层好像粉还是什么，然后咬开里面又有一小层是像是果酱，外面很像 New Brown， 对，咬开之后、欸，你好会形容哦，是不是？咬开以后有果酱。有果酱的 New Bra， 对，我会不会被厂商封杀？还好，反正我们不是写美食，味道还不错啦。味道我觉得还好，它比较偏甜，我喜欢偏酸的。哦，对，如果喜欢吃那个爆米花的人，一般都会吃什么星球爆米花，还有最近很红的是什么华纳威兄弟的爆米花。可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全家便利商店的爆米花，真是北韩人才会知道，吃吃看，这每一颗都裹满了焦糖。其实全家的他们自己品牌的零食蛮多蛮好吃的哎，对。但是我有曾经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什么事情？哎、欸，那我先吃一个。是不是有那个太妃糖？而且它的焦糖就是带对，然后带一点点苦味，它不会太甜。有一些焦糖的是会很甜，你懂我。那个有一个很贵的品牌101楼下那个，我觉得就太甜。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可怕，那我今天没有买那个东西，就是全家他们有出一个是 cheese 条的那个，对，然后就是之前有一次你们来我们家买的，然后买了之后开封没吃完就放在那边，结果我就忘记，然后就有一天大概没了吗？两个礼拜后，我就是肚子饿，想说拿出来配酒，然后我也没看，我就这样伸进去，然后拿出来就。咬一口觉得味道不对，之后我后来看它整个已经变绿色，整个我没有夸张，它整个是绿色的，它原本应该是白色，它上面已经布满了霉菌，就是我买的那一个，就是你买的，还是你根本就想陷害我，被我摆了一道，对，所以要记得那个开封以后要尽快吃完，好好笑哦，好可怕哦，那个很好吃哎，我说新鲜的很好吃，外层是鱿鱼丝，里面是起司。有鱿鱼丝吗？对，我只吃到霉菌的味道。好，太恶心了。好，我们换下一个。巧克力好了。好，超商我很喜欢吃、這個。我想吃芒果口味。芒果是新的，因为之前它只有葡萄跟草莓。然后我今天看到芒果，我就想说买来试试看。这个一定很多人没有吃过。真的吗？它不是蛮红的吗？还是没有？大家吃的都是这个口味，芒果的一定很多人没吃过。好，来试试看。好。它芒果的外面是裹白巧克力，所以它的奶味比较重一点。好像还没有吃到芒果，比较甜。我
我是爱吃甜食的人，但是我就是太甜。芒果在哪里？对，芒果还没有出现。对，我一直努力的在寻找它的滋味。没有，并没有，没有。对，对，它就是白巧克力，它就是白巧克力。嗯，不好吃。原味的比较好吃啊，原味是它就是外面是正常的，就是巧克力，然后里面葡萄是你真的可以咬得到它的有一点点酸酸的口感。不晓得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都会买他们家的软糖制品，可是我都是买他们家里面有杏仁果的那种，我觉得很健康哎、欸。你一直要骗自己很健康，但这就是零食没有在健康啊。是啊，你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了好吗？比较好，心里会比较好受一点。好，我们有一个是一样的耶，哪一个？这老派的感觉就是会出现在那个庙宇里面拜拜的那个，这超好吃的耶！这个是我以前还住国外的时候，然后就都会从台湾带过去，对，非常好吃。然后很多法郎都会赠送这个的相似品，就是它的其他系列，它有咸的。没有吃过哎，就是他的好朋友，可是我不晓得在哪里可以买到他的咸版本。无敌霹雳好吃的，你觉得90后的人有看过这东西吗？应该有，他们可能看到的就是法郎里面送的那个。他这个其实里面它就是那种这个叫什么饼啊？这种哦，对，苏打饼，苏打饼。然后它里面是夹有点像 cheese 口味，可是它又是有一点点甜。有点奶油，有点甜，有点咸。然后那个奶油感觉里面有夹砂糖的感觉，是吗？嗯，沙沙的。嗯，对。那你这个吃的其实是有饱足感的，对。哇，浮夸姐又来了。它的奶油就是沙沙的，没有搅均匀，就是觉得很有口感，就是加了很多砂糖的奶油。哦。好吃，奥夫，我们两个撞款，这个需要吃吗？这个应该没有人没吃过吧？这个没有人没吃过，可是我最喜欢吃的是牛奶口味。其实我也喜欢牛奶口味。那为什么你今天买巧克力的？因为没有货，我也不知道。好烂回答。这个很好吃啊！哎，不对，我好像买错了。你懂我的概念吗？我知道啊，它原本有一个是横的。嗯。我以为这是新口味，我就买了，是不同。这是 KitKat 啦、啊、，KitKat 它原本是巧克力棒，对，然后它把它做成球，对，所以这是新的耶。突然想到，我竟然忘了买我最爱的巧克力，金沙巧克力，那很复古哎。可是它是经典哎、嗯，它是我最爱，我觉得比所有贵的巧克力什么，我都觉得没有金沙好吃。金沙好贵，金沙好贵啊，金沙很便宜哎，一颗10块钱哎。哎，那种贵的巧克力一颗都要70、80，小姐，你活在什么年代、啊？我也不是货，真的。而且我都会把他的脖子拿来折成玫瑰花，这么有才华。嗯，那你要发一个教学影片吗？这谁要学啊？哎，搞不好七夕送女朋友这个应该会被分手吧？没有，要里面应该要藏那个新台币之类的。之类的，应该藏不下。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原版，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那么好吃。就是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名字，我好像知道你说的那个好像是 M 开头。嗯，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甜哎、欸，这个好像没那么甜。对，这就是没那么甜。然后里面的那个，它是这个里面是加威化，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是感觉是里面一个洞孔一个洞孔的融在你的嘴里，对，会比较有空气感。空气感？为什么吃零食要追求空气感？就是很舒服嘛。好好好。那还有什么好？健达缤纷乐这么好吃，可是这个不是小孩子在吃的吗？你们现场有人没有吃？干嘛乱 Q 现场的人、啊？是这个这么好？怎么会是小朋友吃的东西？我总觉得健达系列就是小朋友在吃的、啊。对，我就是小朋友，我会吃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那个牛奶棒的那个。那你会吃健达薯奇蛋吗？会啊。你该不会家里默默收集了200个玩具？我不是为了收集那个玩具，我是觉得不要再改装了。真的没有，那个玩具是给我儿子。我是觉得剥开那个蛋的那个瞬间，你会觉得、哦、人生就满足了。你妈有儿子的乐趣剥夺走、欸，搞不好他就想剥开那个蛋啊。他年纪那么小，哪会剥蛋？他只会满手的巧克力啊。年纪那么小，不会吃巧克力。嗯，
好吃。他只能玩游戏，是吧？他跟其他味道一样，蛮甜，就都是榛果嘛。我喜欢吃榛果，但是其实它蛮甜的，就是可能要配个咖啡。你喜欢吃榛果，可是它的味道就是这个啊。对，这是我最爱的。Nutella 就是之前真的是好像是去年开始才进台湾吧，就是这个小包装的，然后有一阵子还造成抢购的热潮。哦，那个时候便利商店都抢不到。对，因为我一直就很喜欢吃 Nutella， 而且我是那种我会烤两片吐司，然后就整个涂得满满的，满到连那个边全部都要涂满满一层的巧克力。边也涂。对，我就不要放过，然后就是一定要吃很多，就是但是热量很高，但我觉得它非常好。可是重点是很多人就是疯狂的沾那个酱，然后最后都觉得酱不够，然后所以他们之后都会去买那个饼干，去买那个干口粮来配酱，对不对？什么是干口粮？就是那个以前合作社，你刚才讲的是合作社什么啊？你没有去过合作社？是小学里面吗？小学里面的合作社都会卖那个饼干的、那个。你一直在讲那个老人棒语言。你们，我就不相信你们学校现在没有合作社。你说什么干口粮？感觉好像老兵哦。干口粮就是有一些那个阿兵哥也会吃的吧？所以你就老兵啊。我是老兵啊。你骨子里是老兵。我就不相信你们合作社里面没有卖。我那看网友回复给我们，好，看现在合作社里面还有没有干口粮？对，就是那个营养口粮棒，虽然没有很营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叫营养口粮棒。你们合作社现在还有吗？我真的没有听过哎、欸。那是因为你很早就已经出国念了。没有啊，我国一才出国哎、欸。怎么会？我们才差四年哎、欸。你干嘛这样暴露我的年纪？他们不知道我的年纪啊。可是你刚才说你是1989的。剪掉，剪掉。这个咸的好了，我还要准备一个这个咸的。但是老实说，这个我没吃过。我是有吃过那个，这个应该是泰国的吧？是不是？我喜欢吃那个他们的一片一片，然后有鱿鱼口味。对对，因为我就吃过它一片一片的。但是我看到这个好像疑似是同样品牌，我就想说，哎，它里面也是一片片的，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你有吃过这个？这个会比较再油一点点，是不是？然后也会再咸一点点，然后少了甜味，然后多了麻油香气。可是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有发现它比较薄。对，我之前吃的那个是泰国还是哪里啊？泰国，泰国的嘛，泰国的它好像再厚一点点，因为它有焦糖在上面，然后再烤过。你怎么那么了解？因为我那时候每天吃，你每天吃，我超爱吃。那你现在好吃这个吗？一片25大卡。可是这个蛮好吃的哎，就是我觉得很下酒。对对对对，这个比较大人味，另外一个是小孩子也会吃的。但我觉得可以再辣一点，这都不辣。布丁口味的 Pocky， 而且它感觉是巨大版，是不是？哦，是巨大版，吃起来比较过瘾，因为它以前都是细细的，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巧克力感觉都没有很饱足。它是一根一根的耶，啊，好高级哦，好高级哦，感觉可以给你儿子吃的那种感觉，塞进包包里面。好，一打开就有好浓的布丁的味道啊。可是它这种布丁是日本布丁的味道，不是统一布丁。布丁雪糕啊，哦对，布丁雪糕，我觉得很幸福啊，还不错，好吃耶，比之前红茶口味的好吃。哦，你这个好好吃哦。这个好老人，这个是我还在喝奶的时候我姐家吃的。你这边又在浮夸，但是它写1934，这应该是义美成立的时候吧。可是这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没吃过这个吧。以前都会比如说你去拜访亲戚的时候，都会带那个一大个礼盒，里面就有好多包这个。可是它盒子很大，但是其实拿大概只有8-9包而已。对，就是浮夸礼盒。对，浮夸礼盒就跟你很符合啊。因为它的巧克力口味是，它有杏仁，没有很甜。它说畅销35年的经典美味。这比什么巧克力都还好吃，因为它是带一点点苦味的。对，我喜欢。你一定觉得这很无聊，可是我觉得这是鲜扎果。对，鲜扎果以前不是都要去中药行才拿到吗？那个是那个梅花形状的，没有哦。对，但是 你有吃？好，先我你先吃看这个好了。但是以前在那个中药行，
他们有卖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它是一卷，就是小小的一卷，然后那个纸你要把它撕开，然后那个薄片很薄很薄，我超好吃。这个应该现在已经断货了吧？那个绝版的，我去淡水的那个复古店，我有去问，他们都说没有。你跟我找是同一家，他说那个原厂已经不出了，倒闭了。对，可是那个好吃哦，大陆还有在卖，里面有加眉粉，所以它不是叫山楂，它是叫哪有？是因为我刚刚吃巧克力吧？好酸啊！好幸福啊！吃了这个好像蛮开胃，嗯，可以吃辣泡面。好，要吗？我觉得很痛苦，是我怀孕的时候很想要吃酸的，可是我却不能吃山楂。为什么？因为孕妇不能吃这个啊？是吗？嗯，什么原因？它是等于像是一个中药材的成分吧。今天吃的辣泡面是这个，我之前也是吃小鸡排的啊，可是它就不是这个颜色。韩国的泡面都是这个。感觉应该要猜全书的是吗？蛮辣，真的假的？不能喝东西。它是后面会冲上来的感觉，但我觉得我们在影片结束之前都不能喝任何东西。但闻起来有一点点甜感啊，就很不舒服的辛辣啊。可是我现在，我刚刚是大舌头了吗？没有，我现在就是觉得它是有一个那种麻上来的感觉，但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辣到我觉得很无法接受。有人要偷看我吃泡面的表情。嗯，浮夸姐，好好表现一下。嗯，它很好吃，可是你觉得有到很辣吗？好，你的嘴巴一圈红，我嘴巴也一圈红。如何？一般的泡面是刚放进去是甜的，然后最后。你现在在演戏吗？我没有在演戏，那个辣味才会跑出来。然后呢？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弱哎、欸。等一下，你先听我讲完。我没有办法一口气讲完，等一下。影片要30分钟了啦，等一下，那么久。哇，这个是，你刚开始放进嘴巴里的时候，你就立刻感觉到那个麻，然后它那个麻就是一直持续，就是持平的，它不会突然上升。那个后尾韵就是一样持平，它不会说突然是弱弱的，然后突然变强吧，它就是持平。但这个好像有上升，没有啊？没有吗？它是从头到尾都一直很辣啊！那再来一口，不要。可是还是甜甜的。你这么炫，我还可以哎、欸。要配牛奶才可以，我受不了了，我要喝东西。嗯，还可以哎、欸，没有我想象中的地狱般的辣。后段已经辣到后段了啦。你太逊了，我觉得我好像又赢了。你要不要再吃一口？我就不敢吃辣妹。你刚刚不是说你肚子很饿？对，我肚子很饿啊。那这次给你啊。我不要吃面。好吧，不舒服。但我现在好像有点要流鼻涕。我是觉得没那么辣，只是你的生理反应会有。生理反应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眼泪跟流鼻水，那个口水的分泌，你会想。就是没那么辣，只是会有生理反应。可是跟男朋友见面的时候没那么漂亮，老师。好，我感觉你很痛苦。然后我现在好像眼泪有点要飙出来，就是变态的东西。解散，解散，拜。好草率的一个结尾，超草率的。好，就这样。如果大家有什么觉得好吃的零食，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然后这个应该不会再有下一集了吧？想要看那个国外零食续集的人，就立刻留言给我们。好，拜，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